对，不进市里的自然人嘛，我们就属于自然人嘛，不就是个人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就是自然人。我这个不能属于这边，那应该就是这个。那为什么跟你这边有关系啊？因为我上次就是不记得，然后我在家就改了这个。也关键是我这边也没有人找我要这个密码呀。是啊。你得你看一下自然人，这是哪里跟？哪里是自然人？对。你要停在那里。哎，漂亮啊，这个。嗯，这个挺漂亮。就是这点有点偏。